那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是我们录过大概快30次的录音，我现阶段还没有看到的一个东西，我们介绍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来录影喽。这次来到南投国姓乡的9份2连新农场，位于海拔970公尺左右。这个农场其实还蛮难定的，我们是用爱露营的 APP 定的。那我们这次很幸运的定到那个景观区。那这个农场最棒的地方是很贴心，它有脱水机跟饮水机。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厕所，它厕所真的非常的干净。别亲，还有怕蚊子跑进去。但是做男女分开，女厕我就不多介绍，因为我不能进去。那我们先去介绍一下这个营地喽 ，Go。这个农场呢，还蛮特别，应该是说这个露营地的下面就是921地震的中央的中心点，就在这个露营区的下面。营区的话有分到 F 区 A B C D E F 这样子分，然后我们这次录的区块是在景观区。最 VIP 的一个位置，景观区，就是因为夏天嘛，有午后雷阵雨，会有充足的水分，就会有云海的产生。那我们就看看这两天一夜可不可以遇得到。还有呢，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是我们录过大概快30次的露营，我现阶段还没有看到的一个东西，我们介绍给大家，就是这个。过滤水，它这个是已经过滤水器过滤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煮沸使用，所以这是蛮贴心的。如果大家来莲心农场忘记带水的话，那种6000cc 的水的话，你可以自备一个壶，然后可以在这边装，这是很贴心的。再来，冰箱的话是那种大冰箱，它分层分得很好。那你就是我们每个营。露营的露友的话，就是把它分门别类分好，就是蛮干净的。因为我之前看到的话，其实它的整洁度、干净度都没有很高，都还会有一些小虫啊，或是一些生锈的部分。我们要介绍一个露营小物。现在夏天到，还是会出来露营。夏天很热，所以我们到了，推荐大家一个露营小物，一个桌上型的电风扇，充满之后可以使用4个小时。到了，是这台很可爱的一个桌上型电风扇。为什么会选它？是因为它第一个风力够，第二个它可以转，它可以转向，它可以上下调。它有个很厉害，我给大家看哦。它上面呢是有分风速的大小，然后我们可以转一下，它就开了。然后呢，你按一下那个红色的键，按一下，那你大概等差不多5到10秒，它就会开始慢慢会转，就是等于是说你大概可以180度都可以吹得到。然后这个风的话可以调整，很强的风，这个是我觉得蛮推荐给大家的。后面呢还有一个那个充电的颜色，有电的是绿色这样子，在光华商场3C的产品的区域买的，价格690，超便宜，经济实惠，露营小帮手。刚刚营主啊特别来找大家送这个金沙情人节快乐，八八节快乐。因为我们今天来露营的时间是8月3号，那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应该是年底的时候。我们从台北来到南投这个露营地啊，太早起来了，4点我们就起床了，所以我们要来睡午觉，我们要来睡午觉补眠一下了。刚刚跟大家说要睡午觉，发现实在是太热了。景观区的缺点就是没有树荫，去看一下我 baby 多夸张。不要拿它吧。你看够不够夸张？请问现在是在演哪一出？
有没有这么夸张？这里真的凉很多哎。休息一下吧。结果后面的朋友也去拿野餐垫了。洗完澡吃完饭了，等一下看看有没有美丽的星空可以拍。今天我们早上吃热压吐司，配上泰味奶茶。我们要准备撤收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，我们还会介绍更多的露营地给大家，拜拜。